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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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了，挺忙。早上乖。对，今天请来了这个知名艺术家进行一个创作啊。早上好。准备给我们上次涂的那个实力仔涂个老公。老师涂个老婆。晚上好，晚上好。这个给我们家里的媳妇在涂个老婆，丁光。早上好。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主播，但是你看他刷完会是毛流感，怎么办？多刷几遍呗。我们上次刷的也有吧？是。换个刷子呢？这还有小刷子吗？这刷子够脏的，是吧？小刷子最好看吧？可爱嘟，可爱嘟，可爱嘟，可爱嘟。希望这次要比上次成功一些啊！上次挺成功的呀。确实，上次画那个我记得蛮好看的。晚上不播了，今天下午播。晚上不播啦。我感觉我们上次是挺成功的呀，大家可以把今天的直播当成 vlog 看啊，因为这个素材不是很够，是 vlog 这周剪不出来的。我画呀，哎呀，把照片拿出来看看，照片拿来对一下。哎，这粉不是很粉，差不多，差不多。我觉得这个粉很好看一些。啊，我们这个粉好看一些是吧？对啊。好。OK。它全都是粉的，是吧？它全都是粉色。十度，老天爷！原来想吃花露美的店，都花露。真是感觉挺难度，真是挺难度。鼻子那么简单，鼻子粉要粉一些。来我，
调色了。你没找没颜色了？没颜色是的呀。你喜欢蛋仔吗？不要。是我搞的。我没看知道吗？没有，厉害，厉害，我厉害，颜色，小小调色家，我天，哎，多了点，多了点，我刷都还有，再搞点白色，小小调色师，他这好像可以，就是可以玩后，就和去撸猫的。说是可以撸猫，撸猫，嗯，这可以了啊！好暧昧的刷子，两个人在纠缠，两个刷子在纠缠，刷片儿，哎，无语死，不知道每天在说些什么，疯了，疯了已经。老铁，谁能懂呢？谁能懂呢？我意思，对不起。如果冒犯到刷子，是我的错，是我的问题。当然。这是漂亮的颜色，它这缝里面好，好对吧？我想画那个，那个熊看起来那个勺子挺高级的，那个体型。暧昧的，什么的？他的七上是在哪里做？就是还挺多。嗯呐，这是我们找的店人最少的店，目前来说比较少的店，但是挺闲的。嗯呐。因为明天开学了吧？明天开学，明天不用做了。那开学怎么做？开学上学上完了吗？上学就放肆玩一把。开学的老师啊，延期开学，真假的？哇，高温啊，用凉快。对啊，不允许啊。怎么你的？那你住哪里话？算了，你们也有人在上学，那延期延一下吧。你有留学房吗？太可怜了，我觉得。那是高温延期上学，还不能延期上班啊。嗯。就是打工人就是。我这一个就死肉呗，怕热。这什么来着？这什么？这不短都能理解的。这手上很多花呀。它是狗啊，什么兔子耳朵？这是兔狗，这是狗。这是这个马的。哎。脚也是粉，这是七夕啊！这个配，我是说配个蓝色，你蓝色，你什么？你是什么？因为我比较喜欢蓝色。过问，来，做个指甲，直接放了，做个美甲。像是。打工人的假期在哪儿？哦，对哦，打工人没有假期。才想起来，打工人没有寒暑假了。为什么？为什么？打工哪有寒暑假？每天在上班。听懂的人已经泪流满面了，已经泪流满面了。那他刚才还得再涂一遍吧？肯定要再涂一遍。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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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你看，你觉得哪个好看？感觉你要搞一个。对，还要再搞一个蛮好的。又找了手脚啊！这逼我啊！喂。你们这干嘛？整我一手！这是哎呀，粉色实际的，没有。妈，蠢货！一双手。我们共同搞一个，一起搞一个。我不想去。咱们也别找了。可以留念。没手套吗？没有。没手套。
个小熊维尼。还在搞吗？不挑吗？不想挑，我现在我也想死了。下面是点赞。全部都过不过，过不散，过不散吧，过了。这粉丝挺好看，是吧？看起来嫩嫩的啊。知道哪个？老婆在刷嫩气。你这么棒！这种地方是最找不到的。这一包是产品，也是这种。做个美甲，整个整面做。你整不整？后边有好多猫，他们这好多猫，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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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开这种店也赚钱啊、哦！这是店里的吗？是的。总不能是我自己带吧？它干了你再涂呗，你就结块了，给它刷开，不然到时候干了它凹凸不平的。结块了。鼻子是这个色啊？鼻子不是。怎么美甲做完了？超绝拔不动，谁敢摸？对。好多人，好多人。本来看了另一家店的，那这坐满了。天哪，里面没有落脚的地方。里面前面40个人，不站都没地方站。老铁，40个人在这里做这种东西。不光是这个了，还有别的，别的，反正就是那种手工的东西。完了。只有你在上班，大家都在做手作。怎么办？涂到衣服上了。做衣服上就留下来，擦一下。5点钟快下班了，6点，对啊，6点钟应该就下班了，只有半个小时的。对啊，马上下班了吧？再摸半个小时鱼就下班了。对啊，正好看着我们在这摸鱼。我感觉这种不是很好上色。大哥回家的路上一边骑车一边听一边骑车，你怎么打的弹幕啊？等红绿灯呗，等红绿灯停下来发条弹幕。我以前上学也是啊，一边骑车一边听那个东西。是吗？我还以为可以语音输入呢。别见缝插针了，好好骑车吧。就是了，特别吓人，特别吓人啊！我6点还要开会，只有领导6点才开会。就是。我想做出那种好看的，你觉得？
可以啊，没问题。这个手机还不错。哦。是吧？好不人，感谢方特老师包车，感谢方特老师，感谢方特老师包车。是存钱罐吗？是的，哪有钱呀、啊？哦，叫什么呢，宝宝？怎么了？现在哪会有人去存钱呀、啊？存那个一块钱、两块钱存在了存钱罐里啊？小朋友吧？不对啊，现在小朋友应该都很少会拿到那种一块两块的硬币了吧？对啊，人家都是一百两百的嘛。那也不是。差不多吧。手指的缝儿也凸起来，美甲做的，臭臭的感觉。嗯，我在等待呢。脸没涂完呢，这有小的，这是画画的，是吧？对。这涂几遍啊？我也起码涂个两三遍。现在的小朋友啊，他那个叫什么？就是买个那种什么卡片都得好多好多钱了。对啊，现在小朋友真是啥都有。想到小朋友，能让我返老还童吗？花手是吗？花手是吗？你那是装嫩，给我画。嗯，看着不错呢，这颜色不错的，不错的，是吧？淡粉色，这叫马卡龙。色系非常粉嫩啊，那比他那个好看。这毛笔吗？你见过？你擦，懒得说，眼睛有点发炎了，这边。右眼是红一些，看不出来，算了，无所谓。能不能给你画一画？行啊，给你支笔，画支啊，画，给他画两笔来。对，好吧，他不给。别人就不说去看医生，包括就是什么牙痛，要赶快去看医生哦。说什么？你麦粒肿好了吗？不知道啊。他本来没发出来，核酸好不好？是，好了。没发出来，已经好了。怎么了？叫什么呀？叫什么呀？叫。你怎么啦？哎呦呦！干嘛？干嘛？干啥？我想输了又赢。感觉怨气蛮重的。他是个三花，是吧？想跟我俩玩呢？不行，我现在在就是在忙，在忙，在搞设计，等一会儿再去抱他。是吧？嗯，投资娃娃才几十块钱，到时候给他猫抱走。
谁上班能有好心情？这话说确实说的也没什么问题，倒也没错。嗯，倒也没错，调个黄色。天哪，我真是天才，我调的这个黄色也好好看，是吧？确实还可以，真是还可以，确实挺漂亮的。妈，小小调色家呀，简直是。说实话，当年那个中央美院邀请我去当他们的那个学生，我拒绝了。我说我得给大家直播，不好意思，没有时间去上学。怎么了？找手上。那搞点纸。啊，让你看新特效呢。军训回来这么早啊？什么东西？西西老师说是新特效。Hello， 天，我请问呢？请问呢？有事吗？有事吗？怪抑郁的呢，我都不需要穿这个衣服了吧？真好，又尝试了一种风格。天哪，抑郁风起了。又尝试一种风格啊。这是什么名字啊？感谢冰淇淋啊，对兔子，感谢你谢谢老师，感谢棒棒老师啊。不用自己买衣服了。啊，像奥特曼啊，这个真的很可爱。这是史蒂达的老婆安琪。感谢西西老师的飞行小布啊。对啊，是老婆给我们家里的史蒂找个老婆，怎么了？就是没有老婆，他天天在家里不开心。对啊，天天在家里拉了死脸，拉了死脸。我之前做的当然在了，是吧？嗯。米米呢？米米出去逛街去了。嗯。他要买衣服，今天他说他要去逛穿那个 miumiu。对。但是我说你逛不了 miumiu。临走我拿200块钱，我说去吧。我说你逛鬼的 miumiu， 你只能去逛那个 UR。我说别亏待自己。嗯。他说要逛 miumiu。这么小的小孩需要穿 miumiu，啊，你说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来给他塞了100，是不是要逛 miumiu？ 又给他塞了100。对呀，啊。对呀，啊，我说够了吧？也够了吧？不要再得寸进尺了，给这么多，当然啦，买的妞妞不是妞妞，妞妞，妞妞啊，出去逛街去吧，小孩都是这样子的，他不愿意陪你在这里坐着，真是，嗯，他不会愿意陪你在这里坐着的。我给他开了亲子花呗，我给他开了，对，给他带了个儿童手表。嗯，还是狗手表，婴儿小小笔呢，宝宝，小小笔，哎我，对，行，不怕给小男狗搭讪啊，没给他打扮今天，对，今天素颜出的门，今天素颜出的门，没给他打扮，头发披下来出的门，对，有点难看，所以就应该不会被搭讪。头发披下来没洗头发，很油。嗯。我就先选娃娃。选娃娃。那还有别的娃娃吗？就这些。
有配图吗？还是得自己搞？自己搭配的。搭配。对，每个人画的都不一样。人生励志，画。然后给他画的丑的。不会被别人开走的，怎么会被别人开走的？说话怎么那么难看？好恐怖！再把衣服给我补。小号是那种十厘米的。我也留。有小号吗？这个不用了吧？现在没有。还要用。遇到小黄毛怎么办？把头发染黑，把头发染黑。今晚不播了，老师。我想这个大耳朵，我今天下了。今晚不播啦。没蹭到，没蹭到，吓我一跳。蹭到就怎么样喽？都想起了才。奈我何？怎么把这个图把黄色搞到这个粉色进去了呢？哎，一点点又粘了呢。真傻。不知道播到几点？播到几点是几点？嗯啊，播到几点是几点？播到不想播为止。好了，不想播。开玩笑的啦，最想见到大家了。中午吃了饭，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大家。我中午吃的啥呀？弄错了。中午吃的牛蛙。我还调色了。牛蛙，牛蛙。你们挑的哪个？吃什么？晚上准备带米米去吃一个那个，干净干净的咸酱，去吃个英国菜，对，白人饭，英国佬，对，吃点白人饭，这蛮可以，是吧？我也觉得这好可爱，这是存钱罐吗？都不是存钱罐吧？可能不知道，我们还开个头，现在不行吗？现在不行还是什么？不知道，调个蓝色，调个蓝色。米米啥时候逛街回来？不知道，不到。一点点，一点点，这一坨它已经了，太多了。这还多？啊，你看，不多，深了。那白色还得再搞一点。这不深了，这深，我请问呢？不深了。吃什么英国菜？仰望星空。妈呀，别提了，好恶心。还有啥呀？我去陪他玩一下。小猫狗一样全过来了。哇，这个手你看开始画吗？今天开始画吗？都过来了。哎，我应该把我的流量关掉的。哎，可爱，想多了，想我多多了。好了吗？这个颜色也好看啊、用小的跟用小小的话，真喜庆。每一个都像黄觉的说话。好笑、开诊了吗？我给你拿那什么饮料了吗？应该是。我想。
拍这个拍的我是要泪崩的程度了。嗯，要不是知道他是粉丝，我都快崩溃了。我下回要拍这种。啊？下面哪儿来的？下面这块袖子下看到没？袖子下这是蓝色的还是粉色的？这是粉色粘着。哪是粉色的？不是粉色的。是粉色，穿的是个背心儿。背心后面也是呀。这儿，下边看到没？胳膊上。哦，等会儿，等会儿。我怕一会儿干了，你不好搞。地太大了，这个没有小的了。哎，这儿有小的，没用管，不行吧？管他呢。听见边了，让我过去。一会儿再补，反正先把那蓝刮掉就好。这所有颜色都是需要用白色去把它调起。你要这样的是吧？没有，没有。这里补一下。哇。咋了？叫叫叫！啊，到时候多多万一爱叫他们，多多爱叫爱叫呗，多多爱叫。然后。是猫叫是烦人，狗叫是烦人，都不烦人。你觉得都不烦人？啊、嗯，我觉得都烦人。特别是那个米里面那个哼哼唧唧，是有点烦人，是吧？你把你抽筋喊过来，永远喊不过吗？每次都是，只要你出门不理他，他就得哼。完，你不理越不理他越哼大劲儿，好像没给他买牛牛。对呀、啊，每天起床张嘴就是要。啊，我刚推开那个卧室门出去。对呀、啊，多吓人呐、啊，老铁，多吓人呐、啊！每天就是。拿起嘴来就要，看到没？他也要喵喵，喵喵，都是些要喵喵。什么主播？我们是艺术家啊！我在进行一个这个快闪活动。鼻子可以吗？可以啊，差不多吧，差不多。可以再找点白。就可以，现在那种。老板，我们的戒指要好多久啊？我们的戒指要好多久？我这边画的，把你画完就行。他朋友画的，哎，你把你朋友喊过来呀、啊。哦，我又不大。那个十五分钟就好。OK。要不要带草笔？草莓笔。他的草是自己画的呀。哪是草啊？一定是草啊！对啊，用小笔画呀。天哪！小蒜头。你要帮我搞的，我没耐心，我没那么耐心。我也没耐心。
你们就两个男的一起画油萝卜，你这比赛呀、啊，谁谁先画的漂亮点？我是裁判。我你是老师，裁判，我是小学老师，我是裁判。你们打几两个？我们两个比。你坐我腿上。你要坐我腿上吗？坐你腿上嘞。我去搜个图、啊。还搜。它不是毛毯，它就是这里有猫，就是这里有猫。哦，你搬了一个，反正可以和猫玩睡。对，我安心和它，都它不打穿，我举报了。一开始举报失败，后面做饭。检查检查，嗯。哇，你疯了。太香了。太感动了。怎么着？就是哦，今天什么东西在？今天没动。你接收拾个娃娃，不是？对呀，我说这些东西叫什么？还叫洗刀刀了，还叫洗刀刀。什么时候考科四？哎呦，等我体力发挥了再说。嗯，还挺可爱的，我操！等我，那刀就口出狂言。这调色就直接在那边拿去，对，拿了洗刀这个上面。OK。然后你可以帮我调一下吗？你要什么颜色？就浅色。你那么喜欢做？我先找个参考。该都该都。他做了个鬼科目四，老铁做多少分？那我画个蓝色加。五十道题错了十九道。五十道题错了十九道。就是狗嘞。有什么关系？你让他去直接考科目四，他就死了。差不多，这句话一到时候遗憾离场。太死了。对呀、啊，不有的人说直接考科目三就可以去考科目四吗？因为科目三有些题它确实是跟科目一是一样的，62分，90分能过，那90分，先把前面都涂完，这个你都涂完了，不然你拿什么？用什么拿呢？我们耳朵用，哎，这手上。脖子的嘞，我们耳朵，而且人耳朵已经干了，已经干了，都涂完一遍再涂完上吧。OK。我也不会松。你伸个手。我不会松的。我说你放手就是。又开始了。对吧？用耳朵，耳朵。喊爹喊娘。还有这种，有两种，黑的，黑的，这两个。因为涂得很薄吧，所以会很快就干了。这个。两分小脚没涂吧？这个你可以白黄蓝就好了，还有个绿色吧，是这蓝色，蓝色另外一种啊。我给你挤，可以、那不对吗？他眼睛很刺激啊，对吧？要不就送他，要不送我。没收到那个娃娃，多可惜呀！对啊。他们怎么让我瘦了？我勒个豆！这多干！抽对方一下噻。太抽象了。那一样吗？那不一样吗？你自己调，你不用找我。啊，不行，这就完蛋了。我怎么找？好吧，不管谁抽奖，都为了庆祝自己送个家人吧。小杨，啥意思呢？啥意思呢？发什么神经啊？就是。就这张图。你说的就是你对呀，这个远苦，远苦大师。法号远苦，嗯，加油！还有脚趾甲，手指甲、美甲，我真服了。哎，你那颜色好像就是这个主体的那个颜色。小孩做什么美甲呀？我也不知道。哎，这是比。当你老师说什么？没看到。这不是他们专门就是找这个品什么京剧？京剧评书？那你是神经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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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教你们怎么调啊，就是我们换颜色的时候，要把笔洗干净，然后再把它上去。
然后比如说它这个粉色，粉色你知道怎么？红加白，红加白，你就把它冲下来，然后冲进来，粉色填进去就可以了。那以前都做过美甲就是不一样，我那样做过美甲就是接屁股一阵，蓝色也是一样的，就蓝加白。就这个店加上石膏多少钱？蓝宝石，我们不是不在货了，但是好像三四十吧，不记得了。上三十块钱，三四十一个。上三十块钱，你把号给我，谁就往你上面。不可以，不可以。人家用手。这拿脚都能上，真拉来，真拉来客人了，他能给我免单吗？可以，好了，说完了。那人说，我看你们直播过来了，但是我没直播。再加一点，加一点。啊，我咋没发？我们俩就是共同创作，共同创作。刷礼物，刷礼物点麦。共同创作啊。这还卖别的吗？有什么打那种什么戒指啊，做那种什么扇子啊，乱八七糟都有。这手工做手工都是这样，啥都有，啥都有，四个东西都围在一起了。这个场景，哎，上课光吃饭也能学到手艺啊？啊，说你呢。什么东西啊？说你们俩光吃饭也能学着手艺，关你屁事呢？哎 ，OK， 干嘛？这是上哪里是？我跟你说，真正就是说有天赋的人到哪里都可以学习。实话，嗯，到哪里破防了？又给说破防。他的耳朵 ，OK， 破防了。开始表演。哇塞，这个怎么样？太狗了！给我手指那是发油。先。不怕。这还好像还要猛一点，再大一点。啊，越学习我越搞越少，越调越这个。好，没关系，你大一点，大一点粉没关系。那画手能擦得掉吗？就先涂，画一个呗。先涂这个。好，因为你看它这里就是多涂一点那种淡淡的颜色，就是很白，就是可能就是比淡点会比淡点。那小美甲做的，看见没？好脏兮啊！非常非常棒。这个礼物我服了。趁你花时间老实，实话，我涂一个指甲。哎，为什么我后来的麻起？那是非要屁股画点蓝色的，我操！我服了。完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我都只有四十九个电了，没肯定。哎，你是不是没学过？我就装包把我的拔掉，嗯，就差点意思。你都涂到那外边去了？对呀、啊，不用退钱的。怎么办啊，大哥？让我退钱了吧？就叫你一个你这小虫子。怎么？小虫子是谁？你猜。是有人给你提单吗？我想美甲修复啊，拿针刷马桶，刷涂指甲的，啥意思呢？这话是，刷马桶怎么你来？所以你不要这样说话好吗？你就都没点，你告诉我。别拿。好。哇塞！这风都没停开，你知道我怎么？现在考古，哎，手一直抖。从长沙的那个什么什么地方挖掘到一个石地仔的，那个，啊叫什么来着？石地仔的那个石骨啊。有道理，不然就是我要做就做最狠的小狗，要么就懂得调个更大一点。等一下再加你来，是不是好？喵，你不应该，喵，喵。哇！哎，你看像我手，像我手这么抖的人，做不了美甲。我的天呀！我也是。把我一身粉色颜料拿的颜料，还可以了。还可以了。看起来粉嫩。我感觉真的是白。这都是可爱的。这个应该不算。再倒进去，你倒的。麻烦了。这你这加白菜，还要用水洗漱。麻子点我是这个口味，麻子点。下周点汁。你有职业的，麻子点。怎么样？怎么样？喵喵，你看我喵我喵一下。
给我们多少吃的吗？来鸡蛋鸡。那你买什么包？你这一人送了十二个鸡蛋。哇塞！那可能你的厉害，你玩的那可能。这个买够了吗？啊，这个够了。十个了。哎呦，还差100多呢，我要买。那我一好。完了。这个颜色有点太浅。感觉没擦过水一样。还在吗？尤其他说的在涂色，你这个颜色可以啊，我觉得还得加深点颜色，快点，快点帮我搭把手机，怎么办？是几天？那你先定位定到这里可以吗？好，再讲解，我们这饮料真的吗？还没有，哎，粘上，粘住了，已经粘上了。这里真的，真的粘上了。哇，是粘，没关系哦。我擦，我服了，这里是黑坑。我有，我给你发了。全红色。哇塞，好像你拍出来了。到底是谁？还是拍的吗？老一点的不是的。我哪个？我操，加多了。回了下一个，下一个什么？是不是大的眼睛啊？这个颜色又开始是什么颜色？紫色，毛巾，棕色啊？是紫色吗？深紫色啊？棕色啊？这颜色是不是比我这之前用哪个画？用这个吧，这个好画。什么颜色？比我这头上的颜色还深，但是能看出来，反正我眼睛没变哦。还可以再来一个。这是两块战区哦，换队友。哇，你是人吗？这个，这是你换战区。王子你还太高了。王子区很高吗？你来看王子够不够？够高的。不到啊，紫棕色啊。紫色怎么调啊？哎呀，调出来了！9300天哪！9300你不能找个大点的位置调吗？哪个位置？多了。是多少？红蓝是紫。9300真的。是棕色。红蓝是紫。它是棕色。1900比你和我的6000这个我的粉丝有什么区别？你是哪个区的？6000要有点蓝色，尤其2000块多。帮你的地方，听到我看，我有，都深，这是到6000，小锅我知道吗？6900这个，6300。这个颜色差不多了吗？颜色吗？这颜色还深了呀，还深多了。我感觉太紫了。我就想，我感觉是棕色啊。我操，紫棕色。没实力，我办公司系统的。你打完我，这是一个不用忙就完了，对吧？啊，对啊，看着有点像紫色，紫棕色吧？怎么看出来紫色的？我天哪！脸上不？我。怎么看出来紫色的？要比一个紫色一个棕色算一头。我老天哪！没事的，没事的。这太难看了，这个颜色，我去了。没事的，没事。我就爱少龙画卷，一点都不搭配。来吧，太多了。要等一下画图案嘛，你们等你给我画个图案呗。他的头干脆都涂紫色。无敌啊！我怎么想用那坨坨？机敏少龙，那你帮我画嘛，你给我搭配一下。绿色，然后再加点蓝色进去试试。两包。给我搭配一下，再撸还是再恐怖？再撸。自己不知道这么好，你的耳朵还涂点颜色，像屎。对啊。耳朵涂什么颜色？耳朵淡色啊，淡颜色，淡颜色，涂蓝色。走一条。粉色头盔色。你看我原本这个颜色蛮好看的。哦。给我，重新调一下。颜色可以。哦，那也可以。颜色比较想一点，衣服都是你的，衣服都是你的。
肥皂呢？哎呦，我有。这是我原本调的颜色，这是现在搞的。这个颜色蛮像的了，其实。它那个是。一个是搞吗？不搞。那叠来。不能再说名字。叠来。装白你说。我让你说，我们怎么？这个爆了。高姐，你那个颜色试试呗。对呀、啊，蛮好看的。神经吗？得搞到我了。那咋？你那个红色的蓝色真是紫色吧？天呀，我是紫色吧？我要切选颜色不 ？OK 吗？不 OK。OK。不 OK。然后你试试吧。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就是好看一些这种淡紫色。是吗？嗯。紫罗兰色。紫罗兰色。哇，真的死一下啊！哎，喜欢紫罗兰。哎，你。天哪，我真是瞎子，真是那种紫色的，是吧？哦，还有紫红色，搞一点，感觉说个美观级高级，搞一点白，嗯，有点太深了。方方老师，方方老师，哇，好可爱！颜色知道的，你看这两个颜色，咕嘟咕嘟，真粗。这个蛮好看的。我操！我一少，我的一少，看到没有？看，极品少罗，极品少罗，极品少罗。那我就淡紫色了。赶快关闭了。不撸了，不撸了，淡紫色吧。十万粉丝就撸掉。就身体耳机，不行，要身体氧化了，吓我一跳，我是什么？加点红，我也觉得。加点红。喂。啊、哦，对。它这个更喂，更跟那个颜色搭配一些。你找我跟我一样的发型。蓝色之王。今天没洗头，中分了。没洗头就中分，我今天这么高，有点已经有点已经加锐还不行了。紫红色啊，对了。对了，我们在。天哪，我们俩真是小改造小笑容宝宝。还有白可以再红一点，其实白可以再红一点，这个好看。少罗小红色调的我比较打闹了。旁边还有个少罗姐，懂了吗？问题。那个加棕色会变黑，变黑。旁边那个是陌生人。红配紫算什么？红配紫算什么？我掏点陌生人的饮料不过分吗？红配紫什么？陌生会不算呀，是红配绿。你陌生人，我不认得。先回去上学。我就不认得。这个。这还是再这难道再深一点。什么东西再深一点？我给你搞一小坨出来。是。没事没事，我戴了耳机，放小坨。戴了耳机。你还丑亏了。是的。红色手机。是红色手机。你头发还要剪吗？你不剪啊？我也不想剪。我看你们禾苗是最严的。哦，你是谁啊？张敏。哦，张敏，张敏也严啊。张敏。旁边那个陌生人是。那这颜色是不是更像一些啊？嗯，是吧？哎，马上就妥了，给。对吧？你现在弯草。嗯。就是图呗，好。我这里都是二级王，我才知道板栗的事。什么东西啊？他才知道板栗谈的男朋友是李飞燕。我知道谈了。女朋友的男朋友。对，我知道谈了，我不知道是他。什么？说的什么？什么？我还觉得李飞燕和板栗都不认识。哦，加黄会变身。哦。非常莫名其妙就在一起了。还好。就给你点那个吗？二十做十块钱那个。哦，成本不够。抬头。也真的变身了，哎呦，哎还真是。哦，对，我们刚刚还真有号码，一下变成棕色了，啊，这下这个对了，真厉害。但是我不会啊，那个那个颜色好难调。天哪，真的，这个颜色好好看啊！天哪，那些葡萄紫啊，不能中。你好啊，今天怎么那么卡？我搞个黑白相色。不错的。这边再搞个蓝色。这个不错的。怎么样？对，它这边很多钱。应该是我这里扛的，他这个里面打游戏都扛。嗯，那边。
没看电影，本来想约你去看一天电影的。杨迪刚刚还在跟我讲，真的，杨迪还跟我讲说什么呢？你要约他去看一天电影。哎，我正在想，哎，怎么板栗头发剪了吗？板栗不一直都是刺猬头吗？板栗不应该会留直发吗？这个差不多了吧？嗯，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好了，不打扰你了。不打扰你，拜拜了。一分钟了。好漂亮的颜色。好了，拜拜了，强王。强大哦。嗯。拜拜了，兄弟。加油，特种兵。加油，特种兵。真让我们学到。你要再调一个，这种就调不出来了。真是，就一次性的。那调成一模一样，还真调不出来。我六八级，老婆，我也想要恢复吗？要够，要够够。好嘞，弄。这个白色不能。这个白色之后可以直接加这个颜色。你看这个，都学到了。吃晚饭了。我就狄大人给我送的。这个白色，这样子加一点方方面，然后拿红这样子加点方方面。这样完了，我明天打不赢赛了。哎，我都不开了。哦。再来个牛的。惨遭敌人。完了，我组太深了。又学习知识了。没有关系。来，我跟我一起搞那个团战，你赢295分了。我会赢，还挺漂亮。好吗？知道多难吗？这死人英雄，妈的没位。后羿很好开团的，你要看阵容。紫加黄是黑色，加深拿后羿。天哪，原来紫色加黄色是黑色。那黄色怎么会变成黑色的？黄色这么浅，为什么紫色下来黄色黑色？黑色就是用红黄蓝调出来的。所有的颜色都是三原色调。这蓝色蛮好。是吧？对啊，就是所有颜色都是用红黄加蓝调。你这他妈太新了，你看。刘备，所以红加蓝是紫色，紫色加黄色就是黑色，啊，这是做加减法的。这颜色，这个颜色还要再淡一点的。还有，你自己觉得这样？对，小细节最后再画。领带是一个深粉色，深粉色。深粉色，嗯。你这里底没有，这没关系，这里白色干净。深粉色。那就再搞一点白色是吧？别拍我，别拍我，别拍我！你们俩怎么拍？在这里拍。没有，没哪儿跳？不要踩，这肯定没有。嗯，好，就在这条啊。其实我想拍的是这种大合照，但是为什么你要转头呢？哎哎哎，来来来，我看看。我不让你拍。太帅了，太帅了，是吧？你把头转回去，再来一个。妈妈妈妈妈。我拍了，我这里下棋。好，妈妈，我后面一点吧，多给个人。这个怎么样？这个没我这个深的。要看小肌肉。它比那个还要深，嗯，还要加点黄，那红色吧。它有点偏橘，这个鞋里面有这颜色，还有水嘛，这个也太橘了，再加点黄色，哎，对劲儿了，对对劲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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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劲儿啦，太牛了，我要把这个白色挑出来，老天爷，不知道多少，加白加花，加深了吗？加白，还是有一点那个颜色的那个叫什么天分啊，可以扯一张纸下来。哦，哎，怎么有红色？然后你就可以调别的颜色，来调别的颜色吗？要，没事没事，加点红色。要吗？可以，还有点红色。这个颜色，这淡蓝色上西班牙就拿从哪拿的比较？这朵黄色跟个炸弹一样。用力呀！你这鞋在吗呀？用力的鞋。帮我调一下啊！好像全有。Yes yes yes。我跟他讲，出个翡翠的，你看人家骂你，拿着喷，你也一样，我不一样，
宝宝别碰我啊！我是小猪，我是小猪，是你需要的。你带期望了我，该活已经当了。嗯，是不是感染？下一个我的戒指就好了。看，哇，可以可以，还说呢？他说给我的爱博给戴上，可以。什么东西啊？这个颜色太浓了，好湿啊！什么爱博？什么东西水灵灵水灵了我耳朵上吧这是谁吗这是吗看一下再看一下我觉得我上一回呢戒指只能戴住我爱国的小拇指啊就搜了一下原来是小拇指代表不婚主义不过他不结婚也挺好的我塞你，我给你脱耳朵，这颜色不对了。那从哪里？哇塞，这是变异的，那个趴下狗。我想，绿龟狗。它是阴阳师。哇，你看你这个耳朵缩的成人头了。习惯了。你偷的人家的颜色吧。我天啊，这我操！我的天啊！那你帮我们。说你长得帅。天，没有爱心。终于长眼睛。不行啊！终于有人发现了帅。我们学习了。紧抽的，紧抽的。可爱鼠了，说实话，比感觉比图上可爱一些。我不想要草莓鼻了，感觉是粉色鼻子挺好看的。可以啊，就草莓鼻感觉长了黑头似的，可以啊、长了白头。可以啊。小心点。但是早晚补考，想吃。谁发明草莓鼻啊？我是来自重庆。我那天国金一九十多，然后我去科研去了，直接3.5，直接拔到不行了，给吐了。我也觉得像黑头，但我不敢说。对啊，那是赛季初的时候，刚两天，刚两天，我就一整年就是上国金。谁愿意长个黑头草莓鼻啊？对呀、啊，而且皮肤特别差。这我也对我。真的吗？黄毛鸭吗？香吗？看你妆面特别脏，妆面特别脏。所以你让我挑这个蓝色涂哪里？眼睛底涂蓝色，这么这点。挖成草莓鼻。点点。还要给它再敷一遍粉色吧。点点红色的吧。蓝色也可爱呢，不错的。绿色的吗？有点像安琪了啊。嗯。嗯，这样子挺可爱的。先把后面的衣服涂了，背后的。冰霜。所以它是脸涂成颜色，这是不是太大了？沾染色，沾染色，就是边线上一个小的，就好。不行，残联了。刷。有几个几个又来开刷片了。邪门是吧？那就多加一点蓝色，那重新调是吧？不用，就是蓝色干了。搞水就这样。哦，干了，干了。哦哦。在上调了。太多了，太多了。这个怎么又调颜色了？嗯，对，还没有变。这比你那个直接从水里拿着就。好多我觉得我们搞一个就够了，就是让我一个人搞这东西太紧就是了，太突然了。你们一个城堡不能好好吗？哎，
这里面成非不一个。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小喵小喵喵长得，哎，你这个大狗，哎，你能看哦，这是在说什么？现在这样说，先说不好，非常不好。现在这样子说不好，对。就 yes。我们小喵喵没做错任何，我也没说话呀。大表，等一下给你。我靠，我也没说呀。闭嘴。我强捐献给你。我也没说呀。我要把你赶出去了。这是好看的，不是特别明显吗？对呀、啊。说的是自己。你这个方式谁？你肯定是你自己。哎，你这太小想了。我说的应该 OK 了呀。哦，你才现在几点了？六点。也是。咱们妈妈估计要念到死。我也是。怎么你妈让你回家赶紧回去吗？没有啊，晚上为了吃饭。因为妈妈和我妈没有去。这啥名字啊？酋长。只有五加满。你要吃什么？带你去。你带我去。我丢，这么有实力。你家猫也离家出走了，不知道几天才能回想起他的老母亲。九五加满，倾家荡产啊！不知道是何种的家庭，何种的家世，才能平静的喊出“九五加满”这四个字。最贵的是九五吗？九八九二，九我不记得了。九八是最贵的，是我吗？忘本，忘本，忘本。这种话一般。喊不出来的。我抽亲妈的过。忘本，忘本，太忘本。来点花菜狗。忘本，哦，你付的钱。忘本，忘本。怎么会有如此？对，是因为在直播。平常我的纸就是五十五十的价。对。嗯。在直播间装装回货。对。装杯应该在。平常都是五十五十的价，对。饮食，哎，说话。老师就是因为你喊的名字才改的，可能觉得比较霸气吧。李感情。可能觉得比较霸气。就霸气到了。唱什么歌？是是是。这你都不知道。平常出门我其实不开车的。嗯，说实话。非常喜欢这个名字。我边出门就骑那个小黄车，小黄车还是那个脚动的啊，不是电动的，脚动的。然后为什么骑？是因为他没有退我们押金。确实。不骑就浪费。嗯。那他眼睛估计什么颜色？你都对，其实你平常都是开着半挂出门的，对。还有钱交押金，忘本。黄色是吧？我押金攒了一个月才交的，你以为呢？为了骑这个车攒了一个月押金。完了，这个蓝色。结果不给退了。我说真的。别忘了来时。点，太点了。别碰到我啊！一本正经的看我耳朵。太点了，太点了！看来看来，哈哈哈哈哈！怎么样？这就是你要，这就是你的什么？主播变了，谁呀？我不喜欢了。妈的，谁他妈？半挂，半挂也加九五吗？半挂他用不起这么好的油，半挂加的柴油啊！你怎么这么抽？半挂加的柴油啊！嗯。柴油副司机，副司机有爱情。冻干加满，加不了冻干，冻干是贵的。狗粮加满就行了，冻干太贵了，加不了，加不满。
对，东关一次只能加两颗。东关一次只能加两颗。柴油不是很便宜吗？问他。感觉老打折。你是怎么找的？这哪个东西？赔钱货。这好可爱啊！很可爱的。很可爱的。邪魅笑了。然后现在干嘛？衣服上有扣子。再上一遍色吗？再上一遍吧。那就放这上了。嗯。看的人都。现在有一点就是都是白的。哦，对，这颜色分层太明显。那涂点过渡呗。再来点过渡。米米，等下回去舔了这个水给他一口。他数，老说边数，他舔了还不数。对了，我昨天又给他揍了一顿，你听到了吗？没有啊，他尿地毯。尿地毯是吧？嗯，放出来两秒钟，然后突然不见了，我感觉不对，我往那边一看，就这样，我给尿尿，我把他一顿。冲的多少？这是几月份啊？你自己看现在几月份啊？八月份，他没到九月呢。你会员过期了，表情包都用不了了。听懂的人都哭了，只能用 emoji 了。没事 ，emoji 也可以。那帮我把钱全递干了。emoji 也不错的。别按第一排键，实话吗？实话的。看一下这个耳朵像什么？可以接受 emoji。这站着很冲战斗吧？因为你来操作。我自己的表情包，我自己很用不上。你这个用 emoji 吧，昨天很淡绿色啊。emoji 黄加红啊。哎，那是白色的吗？好可爱的，我这个。你要用这个吗？我那个都。今晚银碗不如你的 emoji 碗。这里不就有绿色吗？什么颜色叫什么颜色？为什么他的脸是蓝色的？因为他食物中毒了。食物中毒了。我不知道哎。那你什么时候突然间亮了？最近有活动吗？再搞几个一折活动。你明天，出院吗？老师，天老爷。终于出院啦！吃糖果菠萝老师。啊？老师怎么住院啦？就是我也不知道会员啥时候打折呀。刘胜，你要带我去哪里吃？现在有点口风。带你去吃了，哎，我去接不上，你去接吧。那我先撒个尿，我再给你接。你真是烦人。你哥等一下带你去吃。没有。那就你去多二人去接你。对呀，爷爷星期十。我是因为太美了吧？其实蛮。是因为干嘛呢？感冒啊。所以你过来了。我先把你一扫了，扫了两个吧，把猫杀掉了。现在是夏天，夏天怎么会感冒啊？我说这个耳朵，这个耳朵绿色的。哇，这个猫好能爬呀！我说耳朵是绿色还是眼睛是绿色？这是黑色。我的手刚。你说哪个是绿色的？
耳朵单绿色，耳朵单绿色的。OK OK。空调病。这是李梦辰的，李梦辰作为策划。为什么我没有空调病啊？具体详细的话。啊！我天天吹空调，我也感冒过吗？我忘记了。有人想记性。就我这记性，我记住，你能记住啥呀？也是你好差，每天晚上出去跑跑步吧。就是我看你画太好，你在上面再进来吧。也像我一样。这晚上还要背了。还有有四只猫。明天五点起来晨跑报名。兄弟们，有点烦了。烦恼。今天买馍能给我吗？怎么有一个个又不能？后面的里面，后面的里面是谁点的？那个上面还有个赏金，还有个赏金。我期待一下你们的成品。不用期待，不用期待。什么东西？充电宝？什么东西？充电宝还没充满，扣了我12块。啊？为啥？哦哦，为啥？现在充电宝都是这样子的。还想期待吗？都是骗子。哇塞 ，beautiful，beautiful。你看一下图片 ，beautiful，beautiful。感觉已经很完美了。其实我觉得这绿色还可以。我也觉得呢。无需再做任何事。我也觉得无需再做任何点缀了。你手机呢？我再看看那个图。谁手机？是吧？无需任何点缀呀。哦，我不知道。到，那还有这扣子啊，扣子还没有。好丑。然后这衣服上可以画这个。对，这个可以。里面下去的这个美女。嗯，漂亮。我觉得衣服可以就是画的立体一点。我最近真的老是刷到文书名，我都快被他全屏了。太久了，已经关注了。我昨天关注了他的行动名字。他们已经关注了他的行动名字。这什么假睫毛啊？我已经要戴了。一个人来，一个人走。两个师兄。小写签名。抽个签。那这下面怎么办？小写签名可以。这屁股，这头后面的，头后面上怎么做？我在后面也是蓝色吗？黑色。是吧？这样你买一个那个。啊？你买一个那个。蓝种啊。买一个那个彩虹豆，上面什么颜色？是吗？我感觉另一个号也没有开呀、啊。你这只超过了。这是谁的一辈子？我不想说。这谁的一辈子？Is that all right? 好像是。哦呦，这么水灵。这么水。哇塞！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怎么染成黄色了？天哪！才吃一口吗？没有。我嘴巴很干，不想吃。能让我吃吗？牛逼啊！人生大王这么好，帅啊！想想毛帅你。
求生欲几次。可能我最喜欢大红袍。你知道吗？他是他其实是男生吗？我关注他了。想到了。真的，甜蜜男，甜男。哎，甜蜜了。怎么还多了那么黑颜色？我只想要个眼睛。他哪里？哪里？我想就把那泰国那个学生。哪里？看一下还有别的地方有吗？各自画了吗？啊，就先画了吗？没有，我先把粉的都画了，耳朵。惩罚就是给他们。哇塞！给他画了个眼影。哇塞，还说，我觉得自己迷到了。有点不细致。他给我画。飞羽毛，飞羽毛。他的那个嘴巴叫你悄悄的。他妈的，刘文静在这里画画，我操！谁在这里画画？不让我。你们能叫我出来啊？但是我们不知道玩什么。妈，你不存在玩游戏，玩你妈！我操！我想打的是那个男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李全哲吧，他跟我们一起，他们在那个考什么新什么什么会啊，运动会上，他们在那跑步，我俩四个到脸，他一个到人齐，一个到他一要抢到人，然后那人看着人齐差点摔跤了，我一个人齐这边摔，我们就零受伤了。那幸好你是刚上了专业，刷了自己的账号，好像他微博发这个什么意思，真是不好意思。然后一破会中，我跳好像关到山上去了，我惊。哦，他和那个贝茨哥还是一个团的，我现在觉得好像打贝茨哥哦，端水哥，那个叫奥利，就这个名字。明白吗？奥利，哦，不明白。我现在气死了！我也上班。输了吧，完了，为什么？这是什么？哇塞，你还输了！那你就干掉了。哎，我好喜欢听他唱这个歌。这谁啊？那姐，就是哦，没办法，我们这刘嘉良的就是。我知道他就是海南。这个太深了，这个也。啊？怎么变这么深啊？哦，是的，是的，是这个颜色吧？是这个颜色，是这个。我们加点白，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比较浅一些。嗯。他的耳朵应该是什么颜色？我喜欢一个什么？这喊麦不都是声音？你来过啊？哈哈哈哈哈！你来个小柴。你敢亲吗？你敢亲吗？那脸能中毒了呀？什么？你看脸黑色哦，这好像很黑。你看脸黑色干嘛？可以，当然可以。
还有这个手，昨天不这衣服，还是什么？黑色的衣服，消毒吧。嗯。高冷男神。简直一模一样，他后边是不是也要补的？快点，你给我点补齐一点，不好看起来。快点。嗯。再转。没了。那你直接投了。我这个是平时。你呀，输了直接投啊。不是你想的。怎么他准备一百一十一？我超多。马文杰不是一百一十吗？一百一十，不是吗？藏秘密。哎，我跟你说，因为我在思考他的应该怎么办。给他小姐，快点。31分准时下班。我操 ！OK。好丑啊，这空气。我的脸上嘴就你提到这个东西。哈哈哈哈哈。真的，没看过吗？哎，嘴不是很奇怪吗？嘴是黄色。是不是？我中间加点红。真的不行，我不可能保持。那就有点奇怪了。那我就扒着，我觉得这样其实差不多，其实差不多。我直播间飘着就行了。你看，那你看那主播，你画什么的？不讲话了，主播太多太多。哎，可以。老天，主播太多了。对，我给他来点小米，没有他包小包。那你给我回一回。那我来。他是不是还加了绿色进去了？怎么直播间加点绿？你看你那里那会儿就是那个，可以可以啊，你别搞多，你还在研究色，这个人真的真的好看，给家里的时间做了个老婆，嗯啊，没写那个，写个日期，写的屁股，快速搞，快点帮我读，你看我这是什么日期写的屁股，你看他肚子上还有个那个莲花吗？肚子上有什么？爱心。不要了，不要了。这个是李思思，你在哪个方向去的？长沙方向。嗯，现在你不加工作吧？就是你看看。哦。然后现在去那个深圳环路谷了，我真服了，去不了。那哪个？是这个。哇，这里有红色吧？是要不？你吸一口。在屁股上吧。屁股上还是下边？还吸。下边吧。李慕辰。下面没地方吸。屁股吧，写屁股上不明确什么？你真的是堵不上的。行，你这样也好看吗？衣服上。哦。你大声喊一下他的名字吗 ？Jerry。怎么这么正经？啊？对啊。哇，这好正好，就像我们管理调色。太少。你们两个会儿。你进我身上。进几号？8月30。这神经，你那里又没用呢。完全就是一点回事吗？我还会找。OK。挑战。OK。挑战。完了。快停了。今天我都到我。我在看。谁会签名唱歌？这好可爱呀、啊！这个不错，真是不错。嗯。
OK 了，任何的问题，就得付钱吧。这叫什么来着？我觉得没有那么有气质，也没有那么有气质，对吧？对。这是什么东西？我也没懂，这是什么？这一个画一个多小时，天老爷，怪不得大家都在画这个，一画一下午，哎，是吧？我天啊，你就是，我毁了他的画板，这颜色越调越红。我现在变成了什么？你要调成水黄色就好玩了，就长一坨。可以。画5小时，是因为你太菜了吧？哈哈哈是行，古装好美哪儿？你这里的马，你这颜色很随便。哈哈哈哈哈。哇，哎呀妈，我去！挺普通的，你也长挺普通的，你走，你也长挺普通的，你也长挺普通的，我会永远世间你，永远。我能进去吗？救命啊！救命啊，老公！救命啊！救命啊！鬼样，你看摸成那个鬼样了都。你还要摸，他还要摸。摸像火箭。你真是你，脾气真大，高冷得很，不让我摸，还要摸。吓我一跳！这长得有点像鬼修女。你看起来工龄很长的样子。
贴上水杯了。他们长得都好像啊，这个呢，其实也挺漂亮的。这还不错的感觉，摸下你呢，这是干嘛呢？你嘛，鼻孔看起来蛮大的。对不起嘛。米米回家，他应该。不会吧，哎，是有多多之后你在外面搞完猫，它回去会闻到吗？肯定会闻到。怎么办？它会发疯吗？它不会吧，它就会生气吧。它生气啊。嗯。哎，怎么都在这儿？这个吧，这个一直在叫。是的。是吧？它也不让我摸呀。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鬼修的，这个很大。哎天哪，这特效挂在猫身上了。感谢麦童老师啊，感谢麦童的壁上飞天，原来猫身上也能挂特效啊。王姐姐今天没穿洞洞鞋，哦，这上面还有一只，原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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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吓人，跟老头似的，不理你，快走，吓晕了，他不喜欢我。对呀，万一他抓我呢？张开，让开，我要出门了。让开，烧猫。他把门拉着。这个黄色的，这个黄色的鼻孔好大。对啊，我刚才进来他是这样。对啊。像牛爷爷。像牛爷爷。
是宝宝，你是个牛爷爷。嗯呐，好大的鼻孔。你看这个，我说他像鬼修女。真的有点像。是啦。可以去演猫版鬼修女。对呀、啊，天生的演员。嗯。猫修女，但是很可爱，她长得其实蛮可爱的。干嘛？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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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不相让。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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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不相让。猫爪在上面走。哎，打你手背。这是蛋糕。你看烧猫，问他玩，他就诱惑你。哎。咖啡。你觉得最后要用什么颜色？哎，最后了。他给我们装起来了没？再装，好看一点。你再说了，我也不要用颜色。要不用黄色吗？变青吗？原来这还有仓鼠啊！对啊，在里面睡觉呢。哎，哎，别头让鸡。哎，出来。哎 ，Hello， Wake up。Hello。他睡眠质量真好，比我好多了。向江这边，左边，哎，就这两个。妈，他睡眠质量比我好多了。我这有瓜子儿啊，我有瓜子儿。Hello。妈，睡真香，我服了，睡得真香。就是睡，两眼一闭就是睡。嗯，睡眠质量真的好好。你是什么地狱人啊？你是不？有人说不会无了吧？哎，乱说啊！仓鼠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养过仓鼠，每天看起来都跟死了，但其实没有。你没听说吗？有的仓鼠硬了之后，你给它吹一吹，它就活了。对啊，它冬眠。对啊。感谢我们虫之老师。感谢茉莉酱老师，感谢茉莉酱老师的悦动心弦 ，vacation 高级。你走吧。时尚单，真的很好看。老公，换一下自己的网啊。这里面有好多猫，原来。对啊，那家猫都在外面。大一点，好多猫。我去。好多人。还不想吃吧？吃个小甜品吧。播到几点钟？不知道，再吃个东西再下吧。吃个饭吧，我有点饿了。吃饭吗？好 ，OK。吃个饭再下吧。
我洗了，也得洗。算了，等会儿。万一会儿电梯来了。等上吧，等上吧。挤地铁去了，我也挤电梯了。哎呀，你看我的脸，好容易出油，你怎么不出油啊？都、又不是油脸，你是大油脸。水光肌了，直接。我脸现在是金属质感。不好意思，这电梯好难等。是。压天下。给我，哎，你别动，你别动！不让我染白头发吗？染了。你别动，没动，是你在动。染了。神奇。染了呀，挺好看的呀。充的宝没还，老铁。给我。想着从另一边走啊。人好多，从那边走呢，从 B 座走呢。今天去购物啦。我跟你们说啊，老铁们，我之前和黄女士就是在这一栋楼找店。我跟你说，就这一栋楼，就是我们两个就在这里面逛，一层一层的逛，就找那种可以就是租的店。有电梯吧？哎，这有日落吗？对呀、啊，怎么能说不是一种江景房？这也是江景房啊！对啊，看上哪家了？哪家的没看上，都觉得太贵了，特别 low 两个人。给你，有没有遗憾没有开成？没有。有什么遗憾呢？有什么遗憾呢？如果我们开成，我们现在应该不是朋友了吧？他们都是朋友，不能在一起做生意，那你们就会分崩离析。对啊，我们就会分崩离析了吧，因为我感觉我们的友情还不足以支撑就是说一些金钱的诱惑。那你如果中了1000万，你会告诉黄女士吗？会啊，当然得告诉她。我不告诉她我告诉谁啊？好吧，我肯定要告诉她。这个考虑一下吧，够呛。那你觉得他中了1000万，他会告诉你吗？他中了1000万，他应该会告诉我，但是不会告诉胡一帆，不会，不会，不可能，不可能告诉胡一帆的。好过分呐！你说我如果中了1000万，我告诉了他，我跟他说不要告诉你，你觉得他会告诉你吗？他会告诉我的。坏女人。因为我也会告诉胡一帆。不好意思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全员恶人，没有一个好人，老铁，都不是好人。昨天他还喊我们去他家吃饭呢，我说你他家有谁？他说我妈妈在家里。
我说妈妈在家，我喊去你家吃饭，吃啥呀？吃吃吃，跟你妈妈聊天啊。就是我妈妈在的时候，他们也来吃饭。对呀、哦。吃他一吃，我跟他妈妈说黄爵的坏话，我说黄女士是一个坏坏的女孩。对呀、啊，你看这边没人，那边全是人。下电梯啦！你看看，哎，不用坐，不用开车啊！啊，走着去吗？去哪儿啊？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有意思先上车，我们再商量好去哪儿。哦，就在这附近找，随便找个地方吃算了。去吃那个呗。哪个？龙虾。哦，可以啊，你走吧。想忘了谁了？都行。找附近的吗？可以啊。是的，吃个饭吧。我想吃什么，你都会带我去吗？手机支架拿了没？拿了。你想吃什么，我都会带你去吧。去吗？带你去吧。想吃你亲手做的饭。那就算喽。我恨你。不至于吧？只是吃不到我做的饭而已，不至于吧？恨你啊！喵喵喵喵喵喵，在哪儿啊？这边。啊，我以为就在。卷脚的是一种清洁按摩的方式，更是一种独特的养生体验。注重长城与创新结合，为您带来更加精致的舒适体验。现在应该手机有点烫吧？可能。解放啊！解放者。他敢做，你敢吃吗？敢啊！你敢做，我就敢吃。做的不错。敢做敢当。对啊，你敢做，我就敢吃。告诉中式糕点的领导品牌，国素生宫廷糕点主营传统糕点、蒸点、月饼等。国素生宫廷糕点匠心传承六十年，继续匠心传承六十年，是吧？对啊，都不许来了。不会的，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有很多做饭的天赋吧。啊？只是还没有，就是说被挖掘出来了。宝宝，你看你。讲懒猪。是您佐餐休闲，朋友聚会，这样呀，可以今天看一下哦，好多人呢，救命啊！不要这样拉我，你拉着我呗，救命啊！那你杀出一条血路。林子华，商场发布的香水可算我，今天技术还给了。啊！救命啊！哎，好多人呢。喵喵喵喵喵！哟，这是什么黑色经典？老铁们，你现在怎么都这么……我是说黑色经典，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我真的不理解。我觉得黑色经典真的一般。干什么？你往哪里走？你就后面。
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又不排队，没插的队。快！我社恐，快！快！你也排过队吗？我觉得黑丝经典真的不好吃，不好吃。我真的很社恐啦，老师。我们吃包子算了。也可以，但是感觉就是小粉有面有饭啊，不好吃。吃早饭啊，出来看一看，瞧一瞧啊，这边有空调，有位置坐啊，这里最好吃的啊。Let's go。是长沙地道特色，叫西红柿子。真的吗？麻辣龙虾大王，受不了。长沙必吃晚餐，以后再来吃吧。喵喵喵！哎呀，玩密室啊，我实在。嗯，我不吃。大一点的，可以哦。要不然再给这个四个人就可以。可以啊，可以。朝哪边坐？朝这边吗？你看，我们这边是扫码下单，然后买完到时候有套餐可以看一下。好的。我现在劳斯莱斯啊。在我的车上，刚提的新车。我刚提的新车啊，老铁们。劳斯莱斯宇宙飞船。搞我车挺吵的，我车里全是我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我的雇员。妈，这里还有唱歌的，我老天爷！我也想唱一首。你唱啊，又不是你唱。怎么不说话了呢？嘴巴就是挺那个叫什么？下单吗？看一眼。观众朋友，我是红小子，我们在明天七点到十一点。真下单吗？嗯，真下单吗？唱歌。唱不了，唱不了。大家有自己想听的歌，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加我们店的微信群，可以在群里免费点歌听哈。我想听门前大爷，他有微群呀。发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我想听门前大爷，他有微群呀。哎，没给你点喝的。然后群里可以加我们店的微信群，可以免费点歌以外，还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主就是我们那个客服微信号，添加完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呀，免费领取我们店的小吃一份。点个大菠萝，点个菠萝粥，点一个爱你是人生的必然性。他敢，他只要能把这首歌唱出来，我直接给他砸赏100块。然后今天第一首歌一首来自维里安的有没有送给大家？什么歌没听着？你再接个充气宝回来，宝宝。谢谢你。哥哥，这是你的下单啊。人家没有那个让顾客上去唱的，这个叫什么？我会抢他的麦呀！不是你滚，让我唱一首。就这样，先给我。把这放这儿干嘛？啊，我准备把它支起来的。
有你有有没有也会有一天幸福。我这里有人说你唱的一般的帅哥，他的 ID 是我这里有人说你唱的一般，我直接把你拍一张照，我直接把你拍一张照然后发到他那个微信上面去，发那个微信点歌上面去，我说这有人说你唱的一般，赶紧让你们老板换一个人吧。好呀，也许没有承诺比较轻松，不会有沉重的枷锁，天涯是非的错，天涯我爱的人，也许是前一场的回忆就真的它是误会一场，不理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慢跑不上去啊，有没有有没有一点心动的时候，有你有甚至有我，搞高一点呗，搞高一点好。啊？怎么了？高了。买了劳斯莱斯就是这个后果。能帮你的时光机怎么样？买了劳斯莱斯就是这个后果。哎呀，难受啊！换桌子没用，它就都这样，都这样，都是整个店都是这个样子的。随便吧。等一会儿，还不如我自己拿着呢。那你拿着。找不清人心的墙，还要走。这个这边有围兜啊，这边有围兜吧？这边我们这边可以说算打可送饮料，看你们吗？送什么饮料？送烤肉、雪碧、加多宝，还有什么豆花？大哥，你们说啊，说说打卡一下，不用写评价。不用了。不用了啊。这样子挺好的呀。
这边一点。好多了啊！长沙龙虾也不便宜，长沙龙虾确实不便宜，很贵的。实话，很贵的，很贵的。好爆炸的头发，好爆炸的头发。嗯，我去洗澡了。去干嘛？洗澡？洗漱？对啊，去哪儿洗澡？哟，厕所在哪边？我洗过了。肉松炸蟹柳，吃蟹柳。等我下次去染头发的时候，喉咙症神经。吃完饭我们就要回家了。回家过二人世界了。纯路人主播跟旁边的小猪包是情侣吗？旁边哪有人呢？说话要看时，说话要看时机吧。吓我一跳。人机是不是人机啊？刚才你不是去洗手了吗？然后呢？旁边没人，有人说直播旁边的小猪纯路人，主播旁边的小猪包是情侣吗？灵异事件能预测未来，快吃上吧，宝宝。好笑吗？好笑吗？小猪包来了。有首来自郭顶的《阳光里的时光机》送给大家，同时欢迎我们现在来朋友们，如果大家有自己想听的歌，谢谢刘啊。那个有一首工作人员加我们店的微信群，可以在微信群里免费点歌听的。免费的，我想点一首陈绮贞的《太聪明》。然后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点歌，他不会唱啊，还得加我们的微信群。管他会不会唱呢，我先点了再说。店里的微信客服号，添加完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群里面也没多少人呢。免费的小吃，你可以休息一下吗，帅哥？然后就是来一首来自郭顶的一首《我们俩》送大家。什么意思？怎么不唱我点的歌？不然不会唱，好吧。这好吃的呢，李一鸣，李一鸣跟他发，你说，你好，能不能休息一下？来，我们桌喝两杯。我才更亲密的，哎，好难听，我唱的。刚好破音，你呢？刚好破音，他
你发福袋啊？他破音，他又破了，嗓子不是很好啊？他破了两次音了。状态真不好啊，今天好好休息啊，哥。他破音了，我发什么福袋？对，让他发，让他发。鹌鹑皮蛋超级好吃的，是不是？是小皮蛋，鹌鹑蛋，破两个亿啊，发两个福袋，发两个福袋啊，顺便发个红包。吃过鹌鹑吗？吃过。家叫什么？一会儿告诉你，一会儿告诉你呗。老师稍等一下哈。干蛋。可是我觉得里面的黄，臭臭的。不臭啊，皮蛋都是这样的。黄给你吃。干嘛？我们就要吃黄，我加点汤。要不你去问一下呗？为什么？他的工资？哎，什么意思？这是闹脾气了？我问他，你说你好，你挣多少？在触摸。哎。破音了，那是不是长得帅？嗯，不予置评啊。不好评价别人的外貌。对啊，我们不好评价别人的外貌。长节目是不唱我，听到。我讨厌你。我没说啊。我没说啊。然后这是属来自周星哲的《怎么了，亲爱的家》。真的有人点这首歌吗？没有人，群里都没人说话的，只有我点了一首歌，他死不唱。假点歌，太过分了吧？营造一种很多人点歌的感觉。对啊。算了吧，他不会唱，估计。手机上掉了个葱花。是不是因为难度太大了？老天爷太聪明，难度还大呀！给我吃一个，哪个？都给你一个，黄的，都给你一个，都是你的。小龙，小龙，小龙虾，小龙虾。怎么了？又破音了，好了好，我们假装不知道，我们假装不知道。我好害怕别人尴尬，我也好害怕自己尴尬。哎呀，我真是人好啊。就咱说实话啊，你老破音，咱就降个调呗。跟我一样的，是吧？透着一口气，非要上高音。好吧，说一下，这是手套，关系怎么样？
好吃了，可好吃，可好吃了。妈呀！咋着，我们都没听。我都是升调的，你不说我都忘了。对，你要把它就是稍微就是有一点角度，不然会堵麦。哦哦。对。老铁，请你们吃大闸蟹。实话了，沾点逼嘴不容易的。现在跑，现在跑还好小。这清嗓子了，看看。少抽点烟吧，哥啊。好像是要秋天才吃螃蟹，秋天才吃螃蟹。真的呗？是多，现在螃蟹好小。是的，小虾喵。配上一个小黄瓜。再唱下去我真的要流泪了，好像看到了我自己，不容易。我觉得他背后应该已经流汗了。是的，我说实话，但是没办法，上班呢，他背后肯定已经流汗了，100%。来一首周深哲的《送给大家》，欢迎我们新进来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自己想听的歌，都可以加我们进来微信群，我可以在群里面跟你聊天。我以为他在直播呢，原来没直播。点的歌没有回复大家的歌名的话，就代表是我们不会唱的，可以换一下其他想听的歌曲。群里面就你一个人说话是吧？是，那证明那首歌他不会唱。好吧。这有什么唱不连的？我说实话，我给他点一首简单点的歌，让他唱唱。这能吃吗？好多肉啊，感觉。哎呀，算了，脏脏的。虾头，他不会。你点个大菠萝，算了，别点，现在没唱。赶紧休息一下。对啊，休息一下。下一首《别问很可怕》送给大家。哎呦，他唱的歌都是我们喜欢听的呀。那别问很可怕，他是爵士脑子，他是 R&B 脑子。唱 R&B 的都挺抽象。他那个叫什么东西？
什么那个喜欢的歌还是蛮那个的，审美还是不错的。是的。这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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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原唱啊。我不是他人才，就算他太意外，爱爱为何你的秘密不善，爱爱现在怎么哪里不敢，给自己都唱笑了吧。回去搜了一下我们的录屏，老师回去看了一下我们录屏，玄的心终于死了，玄的心直接死了。播了多少给我播了多少、嗯、如果配品如果这个不那个不一样的话，万一多一个少一个的话就算了啊。万一多吃的虾呢？ 对， 对， 对，多吃了的话我可以再单独再补两个啊。对，万一多吃了七个虾呢？对对对，怎么办呢？啊，听得太难受了，我该点首点首没那么简单吧，到时候又有新的事件了，七个小龙虾事件啊。再点一首歌听一下，点唱一首那个马上去看录屏数，他点了一首没那么简单，我是欢迎那个大家这也不会唱吗？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免费点歌听。这也不会唱吗？我是欢迎我们新加入的朋友们。又要说到私信了。大家企业家和产出又说私信，王晶晶给吴麒麟少播了三只虾，就是偷吃藏在自己奶膘里了，你们没看到吗？平时都是假意对他好，其实就为了自己多吃两个虾。这是故意的啊！扎死我了。做反应，做反应，装啊！那你怎么扎到了？被人又说你了，说你这个无动于衷。你怎么扎到了？看着我受伤，无动于衷。哥哥，你没事吧？我看你的胳膊，要去医院吗？哥哥，
不用了，哥哥医院就在旁边，我可以开车送你去的，哥哥。要不去湘雅吧，湘雅就权威，去个权威的医院好不好？他好像在耍我，古典的歌他都不唱，这么简单的歌都不会唱吗？那你说他什么都不会唱的话，那为啥让别人点歌？你点一个那个，向依纯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那个叫什么？我失联的爱。对，要让他死吗？没关系啊。或者点那个，点那个叫什么的歌，海南阿木的歌。可是他点歌是免费的啊，一直点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会说他一直不会。加油！他应该在群里回复一句啊，他说：“你好，这一首歌我不会，可以换一个吗？”对啊，对啊。群里这里点啊。哦。哎，点个 Simon， 点个 Simon， 还要花25块钱吗？哎，神经病！哎呦，不要在这点，要群里发，你是群里发 Simon 吗？啊，可以的。没花钱，没花钱。还有手套吗？没有，给我一只。你们也没放过他，因为我们喜欢听高音。但是我没看，我的老三还没吃。点首《射向夫人》，《射向夫人》怎么唱吧？我已经点完了，就让他唱我那个吧。Simon 吗？嗯 ，Simon 之后点《射向夫人》。他说：“白兰哥需要记送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群给我们。”发了。那你说他会不会唱原调？发了。你现在把麦克风交给哪个歌手？换歌手了？怎么突然换歌手了？那我点的歌呢？换歌手了，好累了。感谢雪老师的妙手，是我点的歌，什么歌？
啊，太聪明。被你了解了以后，雪儿老师的跃动琴弦，感谢不雪儿老师。哎，没到高潮部分。好吃的。太聪明的卖弄。哎，怎么还没到副歌啊？找到了。我载着你的心。再吹一个吧。感谢我们张继孝老师。什么恋？什么之恋？大漠之恋。大漠之恋。感谢张继孝老师，大漠之恋。又再一次确定。这个漂亮啊，这个漂亮，谢谢我们张建奇老师。太想见对你都有。这个哥你吃不吃？你吃，吃饱了，吃饱了，谢谢。哦，这个就是那个新上的是吧？好像是的。聪明的哦。哇塞，感谢我雪儿老师啊，神鹿传说，哇，九色鹿，哇，天哪，感谢雪儿老师，载着你的心，这么大白菜，谢谢我们雪儿老师，谢谢我们张建奇老师，谢谢老师们啊，哇哦。虽然美，但是没有你们美。我好会说话，我好佩服我自己。是。你的心又再一次确定。什么意思？好像我平常是一个毒蛇一样的。对呀、啊，干嘛这么说？我是包小博吗？包小博是谁啊？快拿的品味啊！我是柯一敏吗？不要唱了，滚吧。葬送。装什么妹妹？装什么妹妹？真心葬送。感谢我们蓝江老师的飞天兔兔。感谢这个兔子到底还要出多少个周边呢？亲女儿啊，这是吧？这兔子皮肤最多了。真的，兔子皮肤最多了。嗯、一天到晚给他上个新的，就给人整件新衣服。给他点，给他点什么来？麝香夫人，快点快点，不太好吧？嗯，我不敢，我不点，我不敢。你手机给我来点，我喜欢你。偷偷的递给我什么意思呢？我没点啊，不是我点的啊，我可没说让别人点这个，因为他是 PK 抽卡的基准啊。三本应该是那个男歌手的歌，但他累了，他就是逃了，这首歌他估计今天唱不了，他逃了。别这样好吗？就我们
只有我们在点歌，大家都在这里猛猛吃啊。对呀、啊，你甜甜让人唱《麝香夫人》，只有我们的点歌群里，我真无语了。我姐不会的，她肯定不会唱。嗯，她就算会唱，她也不出现。你看到没？白起来。嗯。对呀、啊，是说对呀、啊啊，是说，人寿那个，这什么歌啊？降调了，升调了，是吧？是吧？伴奏怪怪的，就是升调了，没那个脸。永不是恋爱，说不定会是。河畔见到你，串串已经我心里，我要紧紧的告诉你。天哪，我居然会唱这首歌！全是我们在，全是蕙兰，对呀、啊。看过吗？蕙兰是什么东西？《武林外传》里面的大嘴和蕙兰。大嘴蕙兰。见蕙兰是两次跳这个舞，对吗？什么？我上去是跳手势舞，我服了。小龙虾，这个还可以，他唱的，就是，嗯。帅气的男人都是带刺的。告诉你。要把我忘记，有没有什么可以促进别人食欲的歌啊？嗯，门前大小侠走过一巡呀，好吧。播到几点？我们吃完饭就下了。苏的苏的。不用吃主食了吧？嗯，不用。不是很想吃主食。对，我们一般吃烧烤的，不吃主食的。那最多吃个炒饭或者炒面。我要轻轻地告诉你，我特别喜欢吃蔬菜。不要把我忘记。它这个面，它这个没什么汤，全是油。我点了，妹妹。点的《麝香夫人》，谁给你唱的？多刷几首歌曲。歌。啊。对啊，我们吃完饭就回家了，可能随便逛逛吧，哎，不一定，可能会回家了。为什么？感谢青提来绿。嗯，什么？为什么？米米刚刚坐地铁回去了。对，米米坐地铁回去了。嗯，但是他跟他朋友吃了个饭，嗯，不跟我们吃了。他说不跟我们吃了，他说要跟朋友吃个饭。对，感觉我们今天来知道啥？他说他回家了。喜欢吃的话就是。对啊，他坐地铁回去，因为他没有车、啊，他没有驾照。他的小朋狗是谁？是个女孩了。嗯，是个女孩了。是女孩了。是一只那个，萨摩耶。对。他骑着那个萨摩耶出去的。对。之前还有人说也是修女吗？是的，是他的修女姐妹 Sista。之前还有人说，之前还有人说米米霸凌那个萨摩耶，说骑他身上，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嗯，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自愿的，他们就是想这个样子，就是因为那个萨摩耶觉得米米走得太慢了，对，所以就把他驮在身上走，对，嗯。有时候米米走得太慢了之后，他就是一不小心把米米踩了一脚，别乱说，别乱说，纯友谊啊，真的是纯友谊啊，纯友谊。如果说Simon了，看了半天没唱了，唱Simon了。真塞啊，真塞，假塞啊。不要把我，那我要听完这首歌。我怎么没有古月兔兔？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这老师没有。对啊，为什么没有？抖音，你真睁开眼睛看一看。看看你干的什么事？你看看你干的什么事？有了，感谢我这老师，感谢我这老师。哎呀。啊，一个古月兔兔，一个飞天兔兔，对了，长得不一样嘛。啊，那你看这是飞天，这是古月。哎呦，感谢白雪花老师，感谢 LZ 老师啊。哎呦呦呦，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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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感谢 Karina， 感谢我们有鱼老师，感谢我们 Karina 呀，感谢我们没有鱼老师。这么高。我天哪，感谢 L 老师真唱，感谢 L 老师。约会又吹不休才发现，当我终于想感谢我小改名，感谢我们萨摩猫云，紧紧闭上，感谢我们小改名，感谢小改名。感谢小票票。感谢白小改名，感谢柠檬气泡水老师。不错的，感谢曾老师，感谢茉莉酱，感谢梅瑶老师，感谢感谢小绿色，感谢小绿色，感谢 Miss 魏老师，感谢 Queen 老师，好多兔子，妈呀！不错不错，兔子，我想给他打赏五块钱，但是他最少25，对不起了。这是原唱，感谢小小恐龙，感谢小小恐龙，他唱的是原唱，是吧？感谢富婆，感谢火火，感谢富婆，感谢我们火火。哎呦，怒音啊！感谢月亮。感觉在清吧，现在是啦，就去清吧坐着蛮好的啊、哦，但还是要人多才行。我们俩坐在那里很无聊，对啊，我们还不如自己去唱呢。我们能吗？我一直记得你说你永远相信我，现在我很难过，恐怕我找不回那个自我。I just don't know 该往哪里走，希望他能看到我给他鼓掌。不错的，不错的。真的很高啊，这首歌。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客气不客气，也算开嗓了，也算开嗓了。现在可以点一首青藏高原让他唱吗？小姐姐心想，还是不谢谢你们的好。感谢 Miss 灰老师，西出玉门，梦一场。对不起啊，开过嗓了，开过嗓了啊，开过嗓了。哎，这上面感觉还多少啊？哦，感觉要关机了。你看看。榜，老铁卸个榜啊，先。卸个榜啊，老铁们。感谢我们雪儿老师。感谢我们雪儿老师。好了吗？哦，对哦。好了吗？好了。好了。因为手机还有2%的电啊。感谢我们雪儿老师。感谢我们真气老师。感谢我们茉莉酱。感谢麦芽糖老师。感谢我们西西。感谢我们小方糖。感谢我们 Miss 慧。感谢我们小月亮。感谢我们小改名。感谢我们智母。感谢我们 LJ 老师。感谢我们李重志。感谢柠檬汽水。感谢我们 Corina。感谢我们白凡老师。感谢我们奶绿。感谢 L。感谢小恐龙。感谢丫鬟纸。感谢乱辣酱。感谢喵鱼。感谢喵喵。感谢富婆。感谢小飘。感谢 CC。感谢阿瓦达卡达瓦。感谢兔兔勇。感谢上不冒烟。感谢火火。感谢我哎呀哎呀。感谢水笔淘淘。感谢莫菲烟。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算了，没关系啦，放在这儿等它关机为止。没事，等它关机，关机了我就它就会卡黑屏。哦哦。他们就在里面打麻将了。哦，好好好。对，他们在里面打麻将。他们不能让你们在这里打麻将。对呀，他们在里面打麻将，打扑克牌，然后那个审核进来，他哟，这个直播间在干什么？就是。然后他就扣我的分儿。就是。不能让他们在里面打麻将。来，最后喝个交杯奶茶吧。我们要那个叫什么来了？我们要约会了。我们要做成年人的约会了。拜拜。一个地方都不要烦我。听过这首歌吗？啊？听过这首歌吗？听过。听过。拜拜。你们这些就是年纪小的，不要就是老掺和我们成年人的事情。就是关你们什么事了？对啊，你们这些年纪小的不要掺和我们成年人的事情。对了，临走前告诉那个 CC 老师，这家店叫五溪红小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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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名叫五溪红小子。五溪红小子。我忘了是哪老师问的，好像是 CC 老师，我记得是 CC 老师啊。反正老师这家店叫五溪红小子，下次可以来吃啊。然后点他们家麻辣的，这个还蛮好吃的。五溪红小子。五溪红老汁，拜拜。明天有啊，别明天没有啊，明天没有。